门前外一大步的距离，哇！为勇士在台北的球迷送上祝福。大家都喜欢看志杰这种大号三分球、啊。对，刚才是志杰这场比赛的第一个 field goal， 换防。哎，没有人守他，选择防传球。哇，志杰很客气了，直接交给强森。对，原来是禁区有一个更大的空档啊。对，这个防守沟通有问题。好，正如被对到，出手比较辛苦。哇，这强森的一个抢篮板非常有气势哈、啊。好，地板球给到辛特利，再得两分。十四对五的第三节攻击了。对，我想就是说，铁米没有跳出来。如果说球队发生这种状况的话，他应该是主动的跳出来，就解决得分方的问题。志杰，哇，这也是一个 top shot。对，事实上现在勇士有很好的一个进攻节奏啊，看起来钢铁人都跟不上。对，这是志杰跟 Singletary 在禁区的合作。对，我想应该或许就要叫暂停了。对，被对方一波流、哦、把这个比赛有带走的迹象了。虽然现在才第三节的中段，但是在辛特利、哦、个人独得29分的带领之下，然后这节打得非常顽强的老将林志杰，对，就从志杰的三分线开始带动啊，这样三分钟这样子领先到13分了。领先是绿翔，过了志杰。协防过来，哇！强森直接扒掉。最后的比分就是93-80。今天富邦的防守策略相当的成功啊，啊，让钢铁人只得到80分。钢铁人在之前的场均可以得到96.6分。